同修梦到有一个像师傅一样的人跟同修说，你的劫给你儿子了。同修听到后就想，怪不得儿子磨难这么重呢。转了一个镜头呢，师傅又站在一个门旁对同修说，你有大劫，阴历九月初九要死人的。现实中呢，同修的儿子有强迫症、自闭症，整天在房间里待着，纠结在家，天天在家打电脑，请师傅解梦了。我说这个同修有劫是吧？对对对。不是说他儿子是吧？你说的儿子。啊，那就麻烦了。你要当心啊，他儿子会拿把刀杀他，杀了也活该了。因为精神病、忧郁症不判刑的。哦。听不懂啊？他是替儿子背业了吗？肯定的，讲都不要讲的。嗯。哦。那怎么化解呢？小房子念的不够认真，不够多，要许大愿。你问他自己吃素了没吃素？这个是同学没说。好了，没吃素背得更快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好了。